我的妈妈呀！这就是我们老板花十多万买的椅子吗？妈妈，太漂亮了！哎呦我去！真鲜乎，老鲜乎了，这钱就是不一样。得了，怎么的了这是？咋掉了呢？怎么的了妈妈？啊，喂，完了，这不完了吗？收个电话，赶紧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这里是家具维修中心。啊，我是豆腐渣工程研究公司的，我叫沈小倩儿。啊，你赶紧派人过来把我们椅子扶手修一下，快点的。啊，现在有点忙，应该过不去。马上，快点，越快越好，行吗？真过不去。你想想。沈小倩儿，沈小倩儿，哎呦，倩儿哥，嗯，这就是咱老板花十多万买的椅子啊？耶耶啥呀？老板太大头了，啥木的？别搁那叭叭，不懂你别说话。什么木你懂吗？啥木的？核桃木的。啥一边？多少核能编这个凳子呀？好几堆呢。哎，倩儿哥，你起来，我坐一会儿。不行，老板的椅子。你是老板吗？你不也是员工吗？你坐我咋就不能坐？为啥呀？不行，老板的椅子。白给你带饭了啊！还给我带饭。带饭了，真好。不饿你给我干啥？给装起来吧。不饿我吃。这个炸起来饿不？我得招把它粘起来呀。大虎啊！啊！我上个卫生间啊。记住，这个椅子千万别坐好吗？我不能坐，你放心吧，倩哥。千万别坐行吗？不能啊！哎呀，别搁那看啊！别看。看，离远点儿。我是你哥不？是啊。你承认我是你哥不？承认。千万别坐啊！嗯，我马上回来。我是你哥不？你是我爹，我都得坐。十多万谁不尝试？哇，太舒服了，啥的。这不看事儿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这样呢？哎呀妈，倩儿哥，喂，那妈妈，给他发笑，倩儿哥，完了，完了。这肯定得开除，真是真，还得被开除啊！不能让他开除，不能让他开除。倩儿哥，我有个办法。说，就是一会儿能不能说，就咱俩弄坏的，责任一人半。咱俩弄坏的？嗯，还可以这样吗？啊，咱俩共同的责任吗？哥，这么说你同意了？你的同意我能不同意吗？哎呀，太讲究了！好兄弟，没白疼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是是我就听你的就好了。你不让我做，我非得做。做完之后，你说我这手也欠，嘎巴就给你掰掉。我就大姑，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啥？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不让我做，完我非得做，我先尝试一下，我嘎巴就掰掉了。这椅子你做了？啊，我不都跟你说做了？你做了？啊。哎呦我的妈妈！我告诉你啥了？不让你做，不让你非得做呢？
那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责任一人一半吗？谁跟你一人一半啊？你做坏的，你做坏的就跟我就没关系了。不是，倩哥，你刚才不都说责任，咱俩也赶紧想办法吧。十多万的合同木的，快点想办法。没人跟你一人一半。点点就算了。他做的，我现在没做。哎呀，喂，家居维修中心呐，找谁呀、啊？啥事儿？你说吧。啊？啊？啊？你说沈小倩给你打电话，说椅子扶手坏了，让你来修扶手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了好了，那你来吧。哎呀，挺阴呐。我就知道你能把椅子扶手整坏，所以我提前打一电话。你会算呐？别省那没用的，谁最后做坏谁包。嘴真硬啊、哦！你现在要求求我，我能帮你想想办法，要不然等老板来调监控。大伙，我是你爹不？不是，你承认我是你哥不？是，那你就帮。早说就完事儿。他说你这玩意儿帮，这玩意儿这么不结实，别动啊！别动！你看这么说行不？嗯。就说优的时候就一个扶手行不行？是那个不？老板是傻子呀？啊，有出厂一个扶手的凳子吗？老板这手麻呀？再说看着不奇怪吗？奇怪吗？那你说呢？沈小倩，沈小倩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瑜伽。我也没练过这样瑜伽，哪儿啊？苏家屯瑜伽。那个唠正事儿，老板那椅子到了吗？这儿，这就是啊。耶。哎，这没有这哪？别瞎说话，净板的。挺奇怪哈、啊，十多万订个秃椅是吧？行，那个老板呢，一会儿过来验收啊，千万可别坐啊。不能。净板的，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你不是奇怪吗？我把它薅下来了。这咋的？咋的了？这十多万，这是合同木真布。哎呀，哎，别动！咱就是邮的时候就没有扶手，他都没看出来，就这么来的。刘姐，你看，这挺带劲呢。哎呦，倩哥，你太厉害了啊、哦！嘿，哎呀，那给我来，谁看不着？马上，我给他邮回去，处理掉。好，喂，老板，啊，椅子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老板你太有眼光了，椅子老漂亮了，啊，看着呢，看着呢，啊啊，不能坐，不能，不能，啊，出责了，我俩负责，我俩负责，啊啊啊，老板最喜欢扶手啊，老板，扶手在啊，扶手在，对，好好，老板最喜欢扶手。妈妈，哎呀。他最喜欢扶手呢，快！咋整？那你我给你把着，哎，把住了，把着呢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！我就说你气儿。什么？活？啊？你看这么的行吗？咱就说悠了个凳。嗯，你把腿都掰去，就说悠了个板儿。沈阳，哎，我的椅子到了吗？啊，到了。我看看。啊，来，老板请进，请进。你俩在这搞什么鬼？啊，他这两天腰疼，给他按腰。你这腰这地方长得挺夸张啊，小腰，小腰子，舒服吗？是舒服。我说我那椅子舒不舒服？舒服。起来，在我的椅子上起来，那是你坐的吧？老板呢？
你开除我吧，反诉我不了，扶手让我给弄掉了。瞅你那点出息，掉个扶手把你吓这样，我能让你赔啊？告诉你，这是现在世界最新款式，可以按照自己心情随意改变款式的椅子，那是能卸下来的。哎呦，老板呐，哎呀，老板你早说呀，这个，谦哥可以拆卸的，早说呀。哎，我那椅子倍儿拿不下来。